你是刘毅我的一举一动吧？喂，你知道陈先生也知道。喂，真好喝。他怎么会不知道莫耀强在做什么？我们全部都一清二楚。就是莫耀强身边也有你们的人了。陈先生想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他没有下命令。他这个人呢，很讲信用。 他说过祸不是从泰国进就行，但是呢，他这个人很记仇，心里一定很不舒服。他说过君子报仇十年未晚，这一刻没事不代表之后没事。是君子还是伪君子啊？喂，我还真没见过君子贩毒，贩毒到全香港社团都跟他拿货，还被他抽佣。 谢谢。一晚没睡，先喝杯咖啡。莹莹，其实你有话跟我说呢，打给我就行，不用总来找我。我担心你吗？我昨晚跟姬爷喝酒嘛，他拉着我，我不能不给面子。那考虑的怎么样？ 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再计划。什么意思？我也要等莫耀强点头才行。总之你自己小心点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卧底身份，做什么都没豁免权。知道。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好，我都会等你的。 莹莹，我知道无论如何，我在你心里是个好人，但其实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坏人。别人怎么看不重要，我觉得你好就行了。我真的不适合你。这四年来，我一直在等你，希望你能变回好人。现在刚刚知道真相，你不会叫我放手吧？ 你没有想过，我已经变了。行了行了，总之你现在很累，你一会儿回到家好好休息。嗯。